废弃光碟、铝罐、广告纸、废弃物分门别类，在光荣家商师生的巧手下变成一棵棵环保圣诞树，还赋予游戏功能，结合所学，幼保科学生将各式球类的童趣展现在树上，好有趣。以环保素材制作圣诞树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可以提倡我们的环保议题这重要性，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体会到，哦，原来环保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，而且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素材来制作非常有趣非常好看的圣诞树。海废彩绘后也可以变成圣诞吊饰。这海废呢，是我们幼保科共同合作去净滩的时候捡到的，把它彩绘成这个可爱的小吊饰，然后就送给小朋友们，希望小朋友们把它装饰在圣诞树上。透过这样一个活动，让孩子将日常生活在学校所学的东西能够应用到实物上面去，把这个地球永续的这个概念把它升值到人形，结合所学融入环保永续议题，展现创意设计及感恩惜福的艺术涵养与环保素养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